会可以去到那个街上去看看。你知道啥是 City Walk 吗？ City Walk 我知道 Island Walk。 咋了？现在特流行在街上随意的走。走吧，下下吧，下来。哥，你想体验一下采耳吗？不要。在那个电影里面，耳朵被撕得太厉害了。哦，对，您的那个电影之前破了21周，您跳了一个空中螳螂舞。那不是那个节目大家都要跳的吗？对对对，然后您31的时候，其实粉丝很想让您跳女团舞，就是您。我看这不咋行。我完全跟熊猫打个招呼，唱首歌没问题。你想给熊猫唱什么歌？唱 Right Back 吧。我们不是去那个小吃街吗？去，也去。咱们先小吃街吧，吃点东西。先吃点。先吃点东西，还是啥小吃街？还是小吃街？肯定先吃小吃街，再吃火锅嘛。我今天上电梯以后，他们说我好久没来了。我说我什么东西好久没来？他说你那上次来的时候是因为……我说上次什么时候来的？我上次极限挑战。我说我的个天，极限挑战距离现在还有多少年了？我天！哥，你会骑单车吗？会啊。那你可以一会儿骑他们单车回去。开车刚刚你们出来用了20几分钟，让我骑单车，那不要一个小时吗？第一个单，一会儿可以了解。明天我们就骑单车跑听吧。这般的坚强，囚禁我的悲伤。把辣椒当炒饭来一个吧。好的。你要妈妈抄手搞一个吧。好的。好，可以，就这些吧。我吃我必点的东西是肉，就牛肉，一定要吃牛肉。好饿好饿好饿，我真的好饿。好饿好饿好饿，我真的好饿。姐姐弟弟妹妹，我是张一仙，还是普通话打招呼吧。换币啊！哦，扫码的是啥？是啥？盲猜一个是啥先？哥，猜之前你知道？再给我两个吧，再给我两个。它这个东西太松了，它这个夹子太松了。它这个根本夹不到，夹不到，我夹不到。哇！熊猫的世界，这里可以合张照吧？太帅了！还能踩船吗？不能了吧？累倒不累，很多感慨。我的粉丝的这个 L 的这个首饰就在这儿定的型啊，这个首饰就在成都定的，所以。家的感觉，哇，真的！你看那个时候我还才22岁、21岁，现在30几了。
后我不会，我觉得我如果有一天不做艺人了，你们刚刚不是问了我问题吗？有一天不做艺人干嘛？我就摆这个摊挺好的，摆个摊在这卖点东西啊。我很喜欢，就是大家把那个炒想要炒的东西给我，然后我来炒。说你要选那个萝卜啊，选那个什么那个辣椒肉啊，或者是什么，就我你把那个菜选完了以后，我拿着你选的那个菜去帮你炒一个菜。哎，师傅，你这里可以停车吗？这里有个成都，欢迎你。今天成都一日游到此结束，321。